现在不用气死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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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啦！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给个面包，给个机会。肉肉烂掉了。完了，我要买进度念慈汗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里面里面，啊完了！啊，是小熊在里面，我打了！我们就继续呗。快点，笑洗碗，洗碗，笑洗碗，笑洗碗！快洗碗！我在洗。先端出来，先端出来，盘子先端出来。等等，对对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进去。想想，面包面包面包。你为什么？哦，你怎么在那边放空盘休息？怎么了？你挡住了。送菜送菜送菜，一个可以送了。送菜送菜，有一盘可以送了。没办法。小小送菜，上去好，小小送菜，哪里哪里？这个啦！你好，你送盘子，你送盘子，你送盘子，过去，盘子拿过去。你为什么那个空盘子在那边呢？我要怎么玩这游戏？在这边，在桌上。送菜啊！小布干什么啦？拿去，拿去，拿去。好，我们不要这么凶。没有啊，很没有凶啊。怎么会凶？就是爱的表现。秀，你觉得我们凶吗？拿去拿去送菜。秀这边来，这边送餐。他不拿了怎么办？他生气了。不拿了。那地狱厨房就是要这样子。哎哎，可以啊，我们过了、欸。过了，一定过啊！你看我们就只要爱，我们就爱闹而已啊。其实会过。秀秀好像以前的我，我都一直被骂。我叫你回去，叫你滚回去。干，你又知道？干，我就知道啊。干，你是最聪明的。秀秀说觉得被霸凌。yeah, 这样哦。那我你知道在什么吗？完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最喜欢被骂了。哇靠！哎、欸，陆毅成阵，陆毅成阵，陆毅成阵！我靠！好，那我要讲话，我要等一下生气我都不讲话了。我说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怎么、啊啊？我就只要讲好啊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？我不要吼，用好啊这样子。然后吵架最怕就是冷战。真的，那吵架至少你有交集啊，冷战是你完全没交集，那是最恐怖。发现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？送另外两个好不好？不要看另外两个被撞，欢迎。我靠！啊，你从啊，如果你从前面撞的话嘞，他也还会面向地板吗？不是会。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，你从正面撞他还是一样的往前倒哎、欸，对不、啊、对？会攻下。可是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法国面包是倒横的、欸，不是倒横的，躺平的。好啊，好啊。我来了，秀。好啊，秀。好啊。你还是骂我好了。我很关爱的声音，秀。这个是要弄披萨，然后你要先在那个砧板上面切面团，之后才可以放其他材料。你要对，你要在面团上面放东西拿去烤。对，就是不能够先弄好番茄跟那个才能弄。好诶、欸，我跟小鱼在右边，快点，小鱼面粉。那个先拿、啊、阿呆。哎、欸，你开玩笑？面粉要先切哦，给你啦。不是啦。等一下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先拿这个，我先拿这个，你放着，你放着，你放着，好好好，拿走嘛。好了，我可以烤了。秀秀为什么要拿着？他干嘛啦？哦哟，秀。
你不是要回我，你要的是九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九，好啊，这样好、啊。不要丢我，九，好啊，哎、欸欸，小鱼，好啊，我都跟我抢，好啊，拿去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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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卡，拿去卡，搬钱，需要搬钱。你拿那个，我是不知道那个可不可以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烤箱啊，小开、欸，烤箱、啊、秀秀，好啊，好啊。盘子嘞，没人洗，好啊。不是啊，他们那边有盘子啊，他们那边有盘子啊，笑，拿过来笑，给你了，笑不笑不能解决问题好吗？秀也不能解决问题，他只会制造问题。面团在地板，哇，怎么办？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啊！你们盘子端菜，端菜出去，秀秀端菜，乖听话，叫你我叫你拿盘子，你还给我拿面团，我已经很轻声细语了。我很温柔咯。你再这样子，我真的是知道要怎么跟你哪里有肉啦？拿去烤，拿去烤，拿去烤。这边是怎样？它飞起来了，它飞起来了。我要盘子，盘子飞起来，他们就没，他们就已经被骂到没空气。我没骂啊。你看，我轻声细语，你端盘，你送餐，你送餐，你旁边旁边有盘子哦，小鱼，旁边有盘子是哪里？这里啦，他被飞机挡住了，给我看，你怎么给我？快过去！你在冲啥啦？他不知道谁丢到我手上，我是放到番茄了啦！哦，哎呦！拿出来啊！去洗盘子，去洗盘子，去洗盘子。你那个可以丢、啊，你那个先拿过来。秀秀秀秀，盘子不是有盘子？拿去拿去拿去！叫你把盘子拿去上面垃圾桶丢。拿去上面有垃圾桶可以丢，你先烤先烤。秀，我们可以沟通好吗？秀，还是你要我用人生的方式来讲话？可以给我，可以给我那个空盘子吗？谢谢。面团，好好好，面团面团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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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他弄好就放旁边嘛。我可以沟通啊，你就放上去。我可以沟通啊。哎呀。他不跟我沟通，就想放走。好了，小鱼放你一个人哦。OK OK， 我去洗碗， okay, 我这边洗碗，我这边洗。切一下，你切一下，我再洗碗。哦、没有三星，要一千。好，笑死，笑死，笑，又，好啊，好啊，秀，秀秀都要哭了，你不要欺负他。我没有欺负他，好吗？我欺负你吗？没有。我看我可以这场讲几句，一定要讲话。我笑死。我要用眼神交流。我交流。人啊。放上去啊，放上去啊！那只熊猫你在干什么？那只熊猫，为什么不要讲话？我受不了啦！你这个受不了的人，白子把我东西拿走哎！番茄不是番茄，起司起不来，怎么办？怎么起司起不来？
我一直只会在地上。哎、欸，盘子，盘子，你们那边有盘子？你们最左上有盘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，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哪里哪里哪里？上面，这个，对，不是你把我抓了小九，你要不要重来？要不要重来？起来了，要不要重来？当然要啊，他们是疯子哎、欸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分开。都有人说黄色好雷的好吗？又不是只有我。就没关系，都有第一次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之前我们玩的很安静，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玩。我也会想说，这个游戏我应该不会有吼的一次吧？别来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放，先不要再放了，先不要，没有面团。你不要再挤我了，那个起司，我生气了。干你跟我抢他小，等一下啦。我要起司，我靠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满满的大起司。你为什么不给我？啊！给我！那个，先拿一个人先拿盘子。拜拜。哇塞，操！哇塞，什么啦？操什么啦？秀秀一个人在这边呢、欸，不是啊？棒！去钻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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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好好，我来。旁边，你切好，我傻眼。去哪里洗盘子？我还把下面下面切好。不是啦！操！在上面我不懂。嘿，你不用放番茄啦！我靠，他顶我哎、欸，很丢哈！想要我想要我才想要顶你嘞，丢你！是不是顶你个肺啊！傻眼，气死我了！在那边闹我，盘子别哪有？你们刚才三个人在那边，一个盘子都没有洗过，有洗啦！拿到我的。有洗好吗？有洗，有洗。大家好，我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拿起来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低能啊？告诉我，你走开啦！先切这个啦。就跟你讲说，就切这个。不要动。拿去烤，拿去烤，拿去烤。拿去烤，拿去烤，面团，面团，拿去放面团，拿去放面团。你们怕没有面团？你们怕没有面团呢？我已经切好面团在旁边了。笑。哟，旁边有面团可以送啊。对啊。送什么？知道吗？送。完了完了！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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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出去！冲出去！冲！好了，有人在里面哦。我去拿。哎。欸、你叠一下，你叠一下，叠在面团上。不然是面团。放一下，放一下。好好好，啊，我去。你没盘子怎么送啊？哎呦哎、欸！我明明就有洗。那个就还没。不是，我想拿地上的空盘子。快快快，秀！黄色的，黄色的。番不是番茄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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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我知道。我操！飞走了。小玉。拜。拜。干！我想说你那个卡住你不动，等端起来你才用。我要洗我，我要洗盘子哦。不知道。拿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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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起来。有一个。你拿那个灭火筒干嘛？我靠！太屌了！白痴，他是白痴啊！啊是啊。你干嘛丢我啦？哎、欸，一个人上去，一个人上去，一个人上去，陪我这边，这边陪我，一个人啊！拿去烤！我有啦，我有在看。可以给我面包吗？啊、不是面包。你呛了吗？你不，拿不到，太差了！你以为是丢可以丢得很准，是不是你？修爸爸，我靠！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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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我们好大了、哦！你看，零失败。什么根本凡是一个人在玩，我也有玩好吗？我很认真呢。谁打字啊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我也有玩啊。我们都在玩啊，只是有些人在搞破坏，
有些人真的是认真在玩啊，搞不坏的是我，搞不坏的是我，怎样？我坦诚了，如何？下去啦，下去啦，凯文欸，凯文会疯欸，而且还带啊，不行，对呢，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因为凯文是比较难的模式，这是绞肉的那个哦，不行，这个会有那个火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不行，我们换啊换啊，五月是一场呗。好啦，你就不要好给秀拿灭火器，秀你给我拿灭火器哦、喔。好，面团面团面团，没有面粉，在拿面团了。我切好胡萝卜，不要撞我。你连喷那个破瞎子。太难哎！哇！哎哎哎，干什么？我切好了，你喷那干嘛？我以为他要吵起来了。哎、欸，秀，快喷，快喷，进来一点呐、啊！啊，捡不到！啊？干什么？萝卜？你用萝卜用鱼？好，鱼放进去。靠，萝卜在这里啊，没有面粉而已啊。不洗盘子，哎、欸，右边的盘子拿去左边哦，左边有一个好了。没办法，赶快拿。拿起来，收起来了。救我屁股烫。结果我放鱼，我拿鱼，我拿鱼。哎、欸，你小秀，啊，我你没看到我？你我就看到你拿东西顶我啊，我看到什么？结果像旁边那个，旁边那个，旁边那个，哪个哪个？鱼好了，盘子，走开，叫走开，不要撞我！为什么没有你怎么了？睡着了吧？开台喽！我知道，崩溃喽！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可以吼这么久、欸，哎，我肉肉肉了，然后我还有很腼腆的时候嘛，秀，腼腆，可以端盘送餐了吗？秀，哈哈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我弄错了，鱼，直接送鱼，直接切鱼，送，先送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听到我想没关系，很害怕吗？我想说你是不是坏掉了？没有，那我要多撞你几下。哎、欸，那个萝卜，那个萝卜不用送哦，那个不知道谁做的哦。哎、欸、呀，结果啊！秀，快点，快点，秀，快点，快快秀！左边，这边猫起来了，笑。要你喷火！你在喷什么？你这个不会喷呐、啊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快点！哈哈，你救我！你看不到旁边，你竹板烧起来，我看你的。你要喷就一次喷好，你喷一喷就跑掉，你还叫李救你？重来吧。来吧，我们在这边看秀吧，加油！看秀怎么，看秀喷不喷的完。他为什么不吸？你刚刚不一次灭完哦。哈哈其实这个也不用喷呢、欸，电脑。可是会挡住啊。这样这个这边的就不用喷了、啊，有吗？有台子就不用，真的、啊。遇到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差点过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良心哎、欸，我们好棒哦，真的很棒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一次。给我认真一点哦，不然就我拿灭火器了哦。不行，你拿灭火器，浪费。秀秀煮菜的话，浪费就会整个厨房烧起来，他会来不及做他的东西。好哦，吓死！
来来来，就对，拿好。有有。哎，秀，快去救我！快救我！你可以近一点喷，不要喷那么远吗？我以为他最尾巴才喷得到，好烫。借故，拿了，我拿来了，我拿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灭火器。好，我放好了。哎、欸，放进去吧。红萝卜呢？在做了，做好了。太好了，红萝卜好了。肉肉呢？第二个是虾子哦，虾子，虾子那个也好了。第三个是肉，牛肉的肉。哎、欸，秀，你可以喷近一点吗？喷我头干什么？因为你在冒火啊。我，你知道，你也知道我很火啊。完了，面粉，秀秀，你是不是很想喷我？让你抢了莉莉的工作吗？莉莉最想玩的就是灭火器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先拿。你有面粉。胡萝卜嘞？那我再切那个胡萝卜。靠！你丢给我干嘛？传球。再来肉。哇！哎、欸，那个肉，那盘肉，那盘肉，那盘肉。盘子不是在旁边，大大。我们好棒哦！绞肉的那个。哇塞！面粉，面粉。嗯。那是啥？鱼肉。一针，鱼子，一针，鱼子。针好了，鱼针好了。啊！我被堵住，我靠！他是个瞎子，瞎子。对，这是瞎子。你切没？你进切没？虾子有了，虾子，再用一个虾啦。哎、欸，你把蒸笼拿过来干嘛？没有，只是想先送而已。虾子，虾子烧起来了。你才烧起来。啊。没有。行不行？两个萝卜，两个萝卜。你不会？盘子怎么都没有人拿过去、啊嗯？哦，我刚洗好，你可以不要那么急吗？你这样我很有压力哦。为什么？我在火。为什么在火？我秀在喷我。我后面那个火你喷多久啦，小姐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快喷！小姐，我有喷啊！两个萝卜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把我的那个萝卜？嘿，去拿面粉。萝卜被挤到火里面了。鸭子。哎、欸，干！有一个盘子不见了，够了，一零二六，哎，很厉害啊！拍手，三个人玩到一零，好棒！没有啦，这本来就是三个人啊，这个模式。你说这个游戏本来就三个人吗？没有啦。你说熊猫加油，哎，加油啊，熊猫！我看到了，熊猫加油！可以啦，熊猫有在努力。真的，我感受到他的用心跟努力了，所以我决定继续骂他，让他可以成长。No， 这是我游戏，这是什么？先给，你可以丢下来，可是不能丢上去。哈！我跑来这边来，白痴哦！给我肉，给我肉，给我肉，给我肉！
拿肉，拿肉上去啊，拿肉上去啊！给啊！看、啊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丢不上来啦，丢不上来，这是上面的啦。我卡卡的，我拿不起东西。我来。哎呦！哎呦！肉，给我肉可以丢了，现在。趁现在把肉丢快丢多丢一点给我。哦、啊，我拿起来了。终于有一个肉排煎好了。要盘子。哎、欸，放下。哎呦！啊，算了。你气呼呼，不要！我没有哈。这可以上吗？上啊。嘿嘿，我钻出来了，断了，没事。切个菜，不到，切个菜，啊，来了，切菜，我饿了，玉米浓汤 seven 的，可是外面在下雨。记得拿雨伞，要不然你想怎样嘛？肉啊！哎、欸，烧起来喽！这不拿，烧起来喽！你烧起来了！我原来要这样子喷啊！哎、欸，干！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干！他带我去给我肉，你们不给我肉，我怎么煎？我怎么切？你们怎么煎？红色是谁？结果要去哪？你把肉丢去哪？钓鱼？这个这样对不对？对，就上没盘子就不对啦。对啊、哦，对不起。然后顺便把盘子拿回来哦。就只能拿一个哎、欸。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干嘛的？完了。其实面包可以给我一个吗？不是，面包可以不要挡住吗？秀面包，秀面包，秀面包，秀面包。哇操！你就在我面前，你就看到我真的来不及吗？我怕来不及，我已来不及。我怎么发？我要面宝宝，面宝宝，面宝宝，海面宝宝，要烧起来喽！哒哒，不烧不烧不烧，为什么不送餐？满头，再继续，不要再骂秀，太难，骂他烂了，怎么烂？我不是偷，靠呀，我不是说他啦，不是指他，不是指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了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没在掉。拿肉上去，冲啊！刷他脚，那只章鱼在干什么？干你屁事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肉，放弃。